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，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，勇猛无畏的气概，福泽四海的情怀，强大无比的力量，既象征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、奋斗进取的精神血脉，更承载着新时代、新征程、亿万中华儿女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定意志和美好愿望。甲辰龙年，希望全国人民振奋龙马精神，以龙腾虎跃、鱼跃龙门的干劲儿、闯劲儿，开拓创新，拼搏奉献，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阖家幸福，龙年吉祥。